多情却似总无情，唯觉尊前笑不成。小姐，是下签。不打紧的，咱把它放到那香炉中烧了，就不灵了。真的吗？嗯，走。沈夫人。天意如此，郡主又何必执着呢？郡主才做下此等造孽的事，竟然还敢到佛前来请愿。他有身孕的事情，我事先不知道。身孕？阿玲可知道，这月灵已经死了。夫人明鉴，虽然这京中百姓都传闻月灵是没了骨肉才投湖自尽的，可依小景看，此事内有蹊跷，恐怕从事情的一开始便是冲着郡主来的。沈夫人，您该不会以为我是因为嫉妒害死了一条人命吧？是也好，不是也罢，终究是因为郡主生性招摇而惹出的事端。郡主这般的女子，我们沈家般配不起，还望郡主高抬贵手，放过我燕儿吧。走吧，阿玲。